趁人家的舒适，也享受走出去的洒脱。回望，流浪，走多远算合格的旅人？走太累，回到原点。那些不曾到过的地方，抵达后竟是熟悉和坦然。原来早在梦境里，我们就相遇过了。能给你原点和远处的，是自己，是故乡。于是不再在乎身处城市中央还是边境异乡，不在乎人潮拥挤还是空旷无垠，随意把一切生活穿成自己的形状。